嗨啊，大家下午好，各位照顾者还有嘉宾们，我是叶宝珠，很荣幸今天可以在这边分享。我本身是照顾我的最小的弟弟，在这个上这个培训课程里面，我所学习到的就是重点在于沟通方式还有同理心。身为照顾者，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是要记得这两个重点，这会帮助到我们在旅程中。我本身也是在教课，就是因为这个课程让我可以深深感受到其实照顾者可以在不同角度来照顾我们的亲人。本身的经验就是边上这个课程边教课，到头来我们就是会更加的深入那些知识。好比纸上谈兵是很容易，可是用在生活中是不简单的。希望我们每个照顾者都可以在这方面加油。谢谢。